再下来，这是长兵器中的枪术。 这是男子三项全能当中长兵器的竞赛，我们看到大陆非常优秀的一个武术运动员刘振林，枪的动作主要是以扎为主，直出直入，但是这几下横扫，除了 扎的技术之外，枪术还有崩点穿圈挑拨，主要是要将劲道透于枪尖。这是枪花，扎枪，这一棍打下去打得相当的平。 再是扎枪，相当的流畅。收势的动作，我们再从慢动作上面来看刘振林使枪的技巧。In wushu competition, time is defined. The time limit for Tai Chi Quan shall be 5 to 6 minutes. 刘振林在男子三项全能中短兵器是使得剑，他获得了9.81分，在枪术当中获得9.80分，都相当的高。在男子三项全能当中，目前他的积分也是遥遥的领先。